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哇哦 ，no！ 这是什么？要跑步吗？这是干嘛？哎，你干啥呀？哎，你干啥呀？哦，我按的，对不起。哎，我们的弹珠怎么变大颗了？要排球呢？你主场了？这也太吓人了吧！ 在上一项任务当中，大家应该对更强有了概念。接下来是一场更快的比拼，更快的比拼。请来领取任务卡。我们队最快的人回家生孩子去了。快步流星，两队轮流派人挑战。成员选择要挑战的距离，按下按钮，球开始下落。成员在球落地前接到球，则挑战成功。每人有两次挑战机会。 取个人最好的成绩，进入团队总成绩，最终两队总成绩更好的队伍获胜。这跑步的这是，我不行。这不就是那个高的墙上吗？真是跺脚，要爆发力冲。怎么可能？差太多了，接不到了，输了。 落地了，差好多。我想说那个二十一米是给谁准备的？苏炳添也不行。看来在导演组有人接的过来。你们测试最近多少米？10米挺难的，我们只有一个人接住了一次。不算，要接住。那我就主要是往帅这块整了啊。哎，那可以有助跑吗？ 可以啊，可以。哦，那可以助跑有机会，但是你跑到那儿必须摁一下。对，那你摁一下不就要停了吗？边摁边跑，因为你太近，你速度不够快啊。它是要边加尾速的。哇哇哇！差不多可以。 在大家面前的MC芒果燕麦特权台上是弹珠跳远比赛，红色弹珠代表兄弟队，蓝色弹珠代表冠军队。如果红色弹珠跑得更远，那么兄弟团可以获得一项MC特权，帮助你们获得胜利；否则，双方需要公平较量。好，这一轮兄弟团的特权是，如果你们当中有任何一位成员， 跑出了全场唯一的最好成绩，那么兄弟队就可以获得胜利。哇哦，来吧，来了，赶紧把红色放中间一点嘛，给我们助力啊，安慕希，来冲！你这。 就一颗独苗，虽然实力不够强，但是你这命运老是受到眷顾。谁先来？你们先来吧。冠军们先来，我先来个9米吧。大勋9米啊？你选9米啊？你对自己是有什么误解吗？哼，我选9米，我选择9米。加油加油！冠军队大勋第一次挑战，3、2、1。 冲起来！冠军队大勋第一次挑战，3、2、1。冲起来！冲起来！冲起来！ 太轻松了吧！太轻松了，可以呀，好这么快呀！可以，我觉得可以挑战11米。11米，11，11，11。大勋，你再退一点点，11米要再比刚才要快很多。10米挺难的，我们就一个人接住一次。来了。 差一点，11太远了，11太远，9米可以了。
9米他们就赢不了。哎呦我，这给你能的是咸鱼，好不容易翻身一把。接下来轮到兄弟队出战，周深，周深上，我不行了。要不夏天先去？我别，我赢，我输了也影响咱气势。来吧来，我吧，我吧，几米？十一米啊，十一米。 我有病啊！我十一米，是7还是6？没有了，你现在冲一下看看。来，你拍一次。你今天的战术就是消耗。不是，我是帮助你，告诉你，我觉得你8比较有机会，冲一次看看。我觉得9你都可以。我先8吧，不行就7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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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球封，9米要不要挑战？跟他一样，为了瞧不起你，我要努力一下9米，10米吧，9.5，9米2，多20公分也是赢，9米1，9米1，没毛病。有这个算法吗？有9米1这个算法吗？有。我们想看你赢过魏大勋，你这就激起了我的斗志了。 别太拼了，身体也要紧。发力，看球，发力，看球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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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发力，看球，加油，加油，来了，加油！厉害，厉害，魏大勋，这么恨我。 可以，优秀优秀，9米1可以，帅帅帅！我给你打个样吧，好啊，好来，打个样，打个样，来，几米啊？他肯定多。不，你用尽全力，你都可以。我觉得你开始开吧可以11，你可以的。你在陆地上就是百米选手，你不要忘了，好不好？知道，加油！ 冲起来！加油！哇！哇！厉害！厉害！厉害！他是真的快，他跟个火箭一样。太棒了，就是这样，他 帅，好快！厉害！你想再往后一点吗？ 对啊，他想再往后一点试试。哎，给我试个12吧。可以啊，运动员就想挑战自己。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来，加油！高廷宇，12米挑战，请准备。加油，就是跑。你怎么摔了？ 少林足球，没有那个滑了，有点，就是太着急了，没事。不是你这前扑动作特别标准，对我以为你是打算打排球这样接，真的好标准的前扑动作。他是滑了一下。下一位，沙哥 ，Are you ready？ Let's go， come on。 激活你的臀部肌肉！哎呀妈呀，打手了！我没什么信心，先给我来个6米吧，超纲了吧，哥？6米太少了，沙丁，7米吧。奔跑吧，奔跑吧，从8开始奔跑。沙一哥，奔跑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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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7米吧，7米是吧？7米，7米，7米，麻将，麻将。 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哎，喂！加油！哎，快！喂！
点，十米，哥，十米，十米，大哥，十一米，十二米，九米，九米，九米有点悬。大哥，十二，十二，十二，这竟然起哄了，十二，八米五，八米五，沙溢，沙溢，一心一意，你这得现编口号。冲冲冲，沙溢哥，奔跑吧！冲冲起来，对，发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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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加油！差一点儿，差一点儿，刹车了突然。冲，冲，对，有了，对，哎呀，我还是技巧类的人呢，打脸接球啊！我在用生命接球，我这样。白鹿白鹿，陪你一路。冲起来，行行，冲，发力发力，走 ，go。你腿太长，要到那边助跑。不是到头了是吗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对，也太轻松了吧！我感觉他没使劲呢。他手长，他先到那儿。对，我先到手。比一下手长，看手长，看到没有？他手比你多一个。哇！再比一下腿长。好难过。我去吧，你去吧，你去吧，你去吧。加油 ！Baby 第一次挑战七米，请准备。冲！加油！哇！啊！加油！有！哇！你完全可以的，你再来一次。可以接到，可以接到。可以吗？你再推一点点，因为我刚看你，你自己有一个打滑步，就跑步之前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每一次都同手同脚，他每次跑步都是这样，同手同脚，然后倒一步。BB， 你顺拐了。BB， 你顺拐了。你顺拐了。不行，我就这样能起步。这样是。他不会。对，他真的不会。让他跑不到。你让他这样的话，他马上就跑成这样。真的假的？你知不知道那个军训比赛的时候，有好多人就是那种，对，试一次，试一次，试一次，被你试一次。OK， 好，那你顺其自然就好。冲！不行，不行，改过来，有事改过来。你他不会，你改过来，真的不会，试一次，改过来。我笑不出眼泪了。哎，你给他笑没力气了，快加油，不要管他。好，来 ，baby， 请准备，3、2、1，冲冲，加油！可以，同手同脚也可以的。你要证明给他们看，起出发前同手同脚是能倒过来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是协调的。目前场上两队的成绩是兄弟队总计31.1米，冠军队总计37米。太强了，成功与失败只在于最后的那边0.1。好，接下来轮到冠军队派出下一位队员。金哥来，金哥来。你们平时练跑步吗？小军不跑步。你们不跑不练，你们全是那种无氧训练吧？金哥几米啊？九米，先打底，九米吧，可以的。李小军第一次挑战九米，请准备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三。打乱我们的节奏，又来，你直接来吧啊！小军每次想的一吹哨都是这个，想拿起来。军哥跑步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，他是。给小军拿点粉过来去，拿点粉抹个粉吧。得擦擦手，先搓个手。无实物表演。冲，对。对，漂亮！
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金哥第二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哇，爆发力太强了！出啊！出啊！哇！太轻松了。金哥跑步的时候是。男人嘛，基本的九米，基本的九米。老人七米九，老男人七米，男人嘛，基本得九米。来，还有谁？啊？不是说你先啊？我想看看他怎么跑。哦，可以啊，我们都一样嘛，我来跑一下也可以。有没有人像十一米成功的？有十一，他成功了。成功了吗？哦，他成功。全场只有一个人成功，现在。那我十一米，行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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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厉害了，我的毛都立起来了。还要吗？十一米五，你十二吧。十二我觉得有点难，十一点五。十一点五，我觉得可以试一下。好，试试看。十一点五米，全场最高成绩。现在，挑战距离十一点五米，请准备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开着就行。快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达不到。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晨哥，晨哥，晨哥心想不对，我应该先来的。我觉得十一米五可能我跑不到。我觉得你试试十一，我觉得你不行。啊？是队友该说这样的话吗？我觉得你一定可以。晨，你先跑看看。我就大概知道，十一米五，你先跑一个短一点的，你不要那么压力那么大。这个太阳是有准备而来呀，这十一米五啊！我的天哪！加油！加油！差一点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米，差一米，这应该从十开始，我觉得十差不多了，十一吧，十一吧，先保个成绩，那你就十啊，你就十，十又有速度，还不丢面子，成哥还能赢，一箭三雕，你先保个成绩，对，先保个成绩。我觉得十一行，你跑吧。九或者十吧。要不然奔跑吧，你跑八吧。十先保个成绩。十保个成绩。保个成绩吧。谁第十季跑个十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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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专注，对。太难了。Olé, olé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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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! 来，还有谁？坤儿上，十一米。你不要挑战十一吗？试一下，挑战一个十一开始。加油，可以。加油，来，加油。
力。十一，这局要凉啊！这局啊啊！你们十一没搞住，没抱住啊？没抱住，没事啊。我们现在两队的差距是兄弟队目前总计52.1米，离冠军队的总分57米，还差4.9米。如果兄弟队想要获胜，必须跑出超过冠军队最好成绩11米的成绩，才能触发特权取得胜利。哎呦，哦，哇，我们有个特权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。11.5也行，11.5能拼拼看，但是有点要再冲快一点，因为为什么？是因为助跑距离就缩短。那我要不要近一点？稍微近一点。也哎，仿佛有点篮球的架势，你眼熟。这个场景，是不是你们在哪个时刻重复过这一段？对，好像有过这一段。这胜负欲啊，这该死的自尊心。啪！这个还是可以的，让他们去吧。挑战距离11.5米，请准备。距离11.5米，请准备。接到的，哎，坤儿，你整整头发、头顶儿，你就喂。两队最终的成绩是兄弟队52.6米，冠军队57米。但是因为蔡徐坤跑出了全场最好成绩11.5米，成功激活 MC 特权，所以这一轮获胜的是兄弟队。我这个呀、啊，我这个成绩纯属战术性失误。我怎么得8米能接着吧？你这就是失误，战术性失误，全方面失误。兄弟团在这一项比拼当中获得了胜利，恭喜！耶、yeah. ！你们每位成员可以获得2颗弹珠。Yeah.